我本人咧，每一次我聽到見證咧，我心就神啊，多謝你，我係不配，係我真心話神啊，我不配，唔係我好，係神嘅恩典，因為咧真係神係好好，所以你成日都聽到我講神好好。我仲記得一次我去非洲個國家，有一個人咧，佢咧因為某啲原因，因為佢話你要用好多錢嚟到做宣傳，咁我話我想你將個 breakdown 俾我，即係。你到啲錢做乜？跟住佢就冇回覆我，咁佢就冇，即係佢冇同我安排，但第二個牧師同我安排。即係呢一個啊 bishop 咧，其實佢係可好多網絡嘅，不過佢要求嘅數目好高，咁我覺得有啲唔係幾好啊。我想要知道個數目係乜嘢，咁佢咧就結果咧就係佢冇安排，不過佢有一個聚會請咗我去。其實佢唔係。即係佢只係覺得我哋嘅方式係咁嘅，我哋如果邀請牧師啊，我哋就開個茶會，又要去酒店嗰度，又去做茶會啊，然後咧聚會咧又喺酒店啊咁樣，即係佢哋做慣嚟咁啊。有時有啲美國人去到宣教，咁我話我唔係咁樣嘅，即係我哋好樸素咁樣。總之佢哋需要嘅，我一定會幫佢，但係我唔係嗰個奢侈嘅方法。咁佢後來佢同我講，佢話咧其實我唔係。嚇唔想幫你，不過我哋嘅地方即係咁做慣嘅咁樣 ，OK。好啦，跟住佢請我去個聚會講，佢俾我都唔記得幾耐，係短短嘅15-20分鐘到啦。我上台講，咁啊上台講咩咧？哇！神真係好愛我哋，真係好好。神咧成日都恩待我哋，神咧係知道邊個愛佢嘅，神係好善待凡係愛佢嘅人。神嘅愛由我哋未信耶穌到信耶穌，我哋。點樣俾神改變？我哋唔聽話，拒絕神多次咧，係真係咧，神感動我哋，我哋唔聽佢話，但係神都依然係咁。我成日都睇到呢啲，同埋睇到神點樣好奇妙喺每一個人生命中做工。咁我就上台就分享呢啲，跟住嗰個 bishop 落翻嚟，佢同我講，佢話每一次聽你講嘢，就算我哋傾偈都係，佢成日都講神幾好嘅，即係佢呢個係佢好深刻嘅印象啊！即係神真係好好。咁我哋呢度係一個侍奉訓練課程，我哋好想人喺呢個末後嘅世代，我哋點樣能夠有美好見證喺一個困難嘅情況？我哋點樣能夠有呢個美好見證咧？一定係我哋有神嘅生命，唔係淨係我要做乜。如果你要做乜咧，當你好困難嘅時候係做唔到嘅，即係你話我要做乜，我要做乜係做唔到。但係當你知道有個神好錫你、好愛你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凡事都能。Heidi Baker 去非洲，佢係好奇妙地，佢去嗰時候好貧窮，神呼召佢。其實佢嚟過香港嘅，佢就同個呢個Pullinger Jackie Pullinger 一齊曾經咧做啲貧窮嘅工作，神係感動佢。然後咧，神就叫佢去非洲，但係冇乜錢喎。佢話去非洲嗰時候，去到嗰時咧得唔知20幾蚊美金咁啊。咁咧，但係神話你要餵呢啲孤兒，神真係供應佢。咁咧，佢講咧，有時我都會攰啊。咁我攰嗰時做咩咧？我就諗翻我見到耶穌對眼，佢見到耶穌對眼，耶穌嘅愛就喺佢心裏面做工。佢就見到耶穌嘅惡眼咧，佢嘅心就感動，佢就會好有動力。曾經有一次咧，我喺曾經去過呢個加州 Reading 嗰度有間教會咧，就係 Bill Johnson 嗰個教會嚟嘅。咁我有一次咧，我去到個地方咧，好奇妙經歷。呢個奇妙經歷係乜嘢咧？因為我以前嘅大學，宣道會聖經大學咧，就搬咗去 Reading 喺嗰個教堂嘅附近。咁我咧就即係嗰日有聚會啦，然後咧就到 lunch time 咧，我就想去學校嗰度揾下啲老師。咁咧，但係咧 lunch time 嘅時候咧，我就肚餓喎，咁我揸住個車，我又褪出。哎呀死了，咁我肚餓，因為我本身係屬於低血糖嘅，咁咧如果我一間肚餓，我頭咧軟曬喎，咁我嘅車又翻去，我又諗喎，如果我一間食咗嘢先去咧，我就會揾唔到老師，咁啊不如去啦咁，即係如是係咁啊，又褪出又褪入嘅車，最後咧都係頂唔順啦，都入翻去就行去嗰個買嘢食嗰度，一行去就見到個西人後生仔，佢成個地方都係西人啦。呢、这個後生仔一見到我同我講，即係講啲好歡迎啊，或者好開心嘅説話，即係
即係見到我就即刻唔同曬。咁我就同佢傾偈，原來佢係同 Heidi Baker 喺非洲一齊侍奉嘅。咁我就話：哇，原來係咁，因為 Heidi Baker 我真係好欣賞佢嘅。你上網可以睇到佢，如果你聽到英文咧，佢嗰啲見證真係好特別。佢點樣幫啲孤兒啊，興起幾千個牧師傳道，建立幾千間教會，係神好大大嘅使用佢，好多神蹟，甚至咧係可以咧五餅二魚嘅神蹟都有。有次有個人咧係喺領事館做嘢，知道佢哋冇嘢食，走嚟探佢，就帶啲食物，帶啲食物俾佢屋企人食，即係幾個人食嗰啲啦。佢話我屋企好，我 family 好大喎。佢一開到門咧，嗰啲全部我 family 嚟喎，呢個啲孤兒啊。咁佢咁少食物點夠咧？佢話嗰人話我不如翻屋企整多啲啦。咁 Heidi Baker 話咩咧？唔使啦，我哋求神啦，神去做工啦。佢真係求神，佢話咧真係神咧就將呢、這個啲食物咧夠俾咁多人食喎，嗰啲小朋友食喎。同埋咧，佢話唔單止複製嗰啲食物啊，係複製嗰啲碟喎。佢話神都可以複製啲碟嘅，即係用嗰啲碟咧越嚟越夠用。佢亦都有死人復活啦，盲人開眼啦。所以我將來去咧，我其中一個地方想去咧就係去Mozambique， 就係去 Heidi Baker 嗰度去同佢一齊去經歷下佢啊，同埋同佢一齊，如果有機會可以服侍啦，亦都可以經歷佢嘅聚會。咁我又講翻呢個後生仔啦。在 Reading 那裡，那他呢就說他在跟 Heidi Baker 一起侍奉的，那我就好奇了，我說不如你跟我回去我住那裡，要駕車幾個小時的，我問你安排不同聚會好不好，那就好了，那就車了他回去了。車了他回去呢，我發覺一件事，那他就幫那些人，有時的人服侍，但他沒多久他就說我現在要去祈禱了，他就走了上去祈禱，他就不做了，即他就很長時間祈禱。即這個就是我看到的特色， Heidi Baker 就是這樣，整天都是到上去祈禱。那有些人請他去講信息，那他講一個其中的情況，有些傳統的宣教機構請他，給他20分鐘一天左右，那20分鐘他出來做什麼呢？就去祈禱，一祈禱就過了時了，都未講嘢，咁佢話：哦，夠鐘啦，咁我要走啦。嗰啲人話：咁唔好，咁你都係講啦。咁即係佢就係咁嘅。你如果睇佢聚會，佢周時一出嚟就喺度祈禱祈啊，一路聖靈充滿啦。咁啊有排都唔開始講嘅。即係佢就係同神有一種戀愛嘅關係。如果我哋想俾神用，我哋一定有呢種戀愛關係，我哋先能夠俾神用。而當我哋真係愛神嘅時候，神係好多印證，好多印證嗱。呢啲印證咧，其實我一啲都唔係誇言，我係就話你行神的路，你都會可以有呢啲印證，即係好似就先阿 Pat 所講嘅，即係好神奇嘅，即係佢會佢喺度睇嗰個影片，肯亞嗰啲兒童嘅時候，跟住佢咧就好興奮、好感動，咁咧跟住咧就聽到聲音就話你要奉獻俾嗰啲肯亞嗰啲兒童，咁咧呢個真係好對，即係佢嚟講係完全佢食緊嘢啊嘛，食緊嘢嘅時候，即係神都同佢講説話。就是當我們關心天國的時候，神就會關心我們。其實我很真的很大的恩典，因為我本身是根本是即我不是有很多錢的人的，但是神會供應我，以致我能夠去不同的地方，也都有不同的國家人。剛剛有一個是在歐洲比利時來的，他已經有這個第二個人找我了，這個是我可能安排我們去過荷蘭、多倫多有人Edmonton 有人來香港，即其實有不同的地方神都開路，也都神有印證。譬如其中一次在非洲，我去的時候有一個姊妹跟我說，因為全部是外國人來的，因為我主要出去侍奉多數不是做中國教會，有時有的荷蘭那次就是中國教會，其他我們多數都是講英文又翻譯的。那南非就很多英文的，所以有些地方不用翻譯的。有一個姊妹跟我說，她說我發夢見到你昨晚，而這個人是第七個人在發夢見到我，跟著另外還有的，即有十個人左右發夢或者祈禱見到我的。那她就說在夢中她就被人追，很害怕很害怕，在夢中都很害怕，然後她就跑到去，因為我見到有中國小朋友，她說我從來發夢沒有見過中國人，然後跟著進去見到一班中國人祈禱，跟著我就出現，我就話你想我為我祈禱，你想我為你祈禱，呢個都係我成日講嘅説話。咁
咁啊，我同佢按手，佢即刻感覺好大喜樂，即刻咧好大愛就醒咗啦。醒咗仲係充滿喜樂喎，仲喺度笑緊喎。然後佢就話俾我聽，係我，因為佢見到我樣同埋見到我，佢話咧我祈禱嗰時又係充滿喜樂同埋愛，同埋我信息都係活在神嘅喜樂，活在神嘅愛，唔使咁緊張，輕輕鬆鬆嘅。咁我想講就係話，當我哋行喺神嘅路，就會好容易。你行曬神嘅路就好容易，你完全俾神嘅愛改變就好容易。我哋嘅侍奉如果係出於愛，神就一定好大好大嘅祝福嘅。其實我好感謝神喎，因為我而家侍奉我係冇受薪，點解呢？因為神供應我，咁我就唔受薪啦。咁嘅時候咧，所有奉獻除咗我哋必須嘅費用，全部都係拎去宣教嘅，即係可以去祝福不同嘅國家嘅人。咁我希望大家都係有個心，神啊，我想同你有呢種關係。嗱，有啲人話唔得嘅，唔得嘅，太難啦！你嗰啲哇，愛神愛到咁緊要，咁中意神，哇，實在太難達得到。咁我今日用呢個經文同大家鼓勵大家，唔難噶，愛神係唔難噶。一齊跟我講，愛神係唔難噶。愛神係唔難嘅。愛神真係唔難噶，點解唔難呢？就係呢個經文裏面有講啦。愛神點解唔難嘅？喺雅各書四章五節，我哋一齊讀下。你們想經常所說的說是徒然的嗎？他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嗎？這裡所講的就是說，聖經說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是戀愛以至於嫉妒，即是他愛我們愛到嫉妒。那是什麼意思呢？不過普通人聽到嫉妒就覺得負面的，因為覺得嫉妒就是說是好像哇，你即係譬如有個女仔，如果有個人話：喂，呢個女仔好妒忌人㗎，咁嗰啲男仔都話死啦！我唔敢啊！如果同呢個女仔拍拖，因有啲咩嘢，我望一望第二個女仔，佢已經發曬脾氣啦，咁啊，我好怕咁嘅人。即係好多人就會話：哇，嫉妒嘅女仔我唔要。但係呢度神所講嘅咧，個意思係咁啊，因為神係愛我哋好專心嗱，神叫我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哋嘅神，就係點樣？整個心、整個靈魂、整個意志、整個力量，全部愛神。咁有啲人就話：神又好啦，佢要我哋咁愛佢。但其實神愛我哋係點嘅咧？神愛我哋係超乎力量，因為佢係愛到將佢嘅獨生兒子俾我哋嘅。而神嘅靈係好謙卑服侍我哋嘅，神嘅靈係至尊貴嘅。是全能的神，他是隨時可以擊殺不聽他話的人，好像在《使徒行傳》亞拿尼亞、撒菲拉，當他們不聽神的話，神就即刻擊殺他們，他們說謊話的時候，神可以這樣做，但是神沒有選擇這樣做，神的聖靈是很謙卑服侍每一個人，雖然被人拒絕，但他多次多次的感動我們，即是神的靈是他很專心愛我們，他亦都好想我哋專心愛佢，呢、這個就係好似婚姻裏面啊！我諗大家唔會中意同一個人結婚，這個人咧見親第二個異性咧就眼金金咁樣望住，即刻望住，見到邊個靚咧即刻望住，好似今日中意你，第日已經又中意咗第二個啦，第三日又中意第三個，咁嘅時候我相信大家都會好失望。我哋嘅神係好專心愛我哋，係專心到點咧？佢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，佢個個都好專心。圍住我哋，服侍我哋，感動我哋，帶領我哋，提升我哋，俾我哋有喜樂。佢隨時隨地都係咁嘅。當我哋諗到咧，中國古代有妹仔係咪啊？有妹仔，你一叫妹仔，快啲嚟！我用講笑嘅方式講，個妹仔如果啱喺洗手間啊，你快啲嚟，咁佢點咧？快啲完，即刻走出嚟，佢唔敢慢啊，因為慢咧，要打啊，可能要罰啊。但係妹仔咧，你一叫佢，佢做緊乜都好，佢唔會好似你個仔女咁啊！等我玩埋個遊戲機先啦，我玩埋我先嚟啦。佢唔會咁嘅，佢一定會即刻跑嚟。嗱，我哋嘅神係咪我哋嘅妹仔咧？唔係，但係佢比妹仔更加好，佢會好快嚟到我度，事實上佢時時都同我一齊。我希望咧，我好感謝神，神俾我呢種嘅心咧，我真係好中意神，我中意神中意到發燒。我又覺得神又好好，神又成日俾我 confirmation，
譬如我啱聽到阿 Patch 嘅見證，我心多謝神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真係我不配。神啊，唔係我好，係你好，你揀選我，係當我軟弱犯罪嘅時候，你揀選我，你更新我，改變我，所以我回應，我完全聽你嘅説話。當我咁樣聽佢説話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一路提升，而我發覺係唔難嘅。我講俾你聽，點解唔難？就因為神戀慕你啊！嗱，我用嗰個例子，如果大家拍拖，唔係拍拖，你有心想拍拖，譬如你見到一個異性。那個異性呢對你都沒有興趣，有時有些人會這樣，我認識一個親人，他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，他每天送一扎花給她，送了多久呢？那個女生不睺她，因為那個女生很漂亮，有點像鄧麗君，很漂亮的樣子，這個男的呢是其貌不揚，他送花送了一年，那個女生都不睺她，最後才睺她，然後咧就跟住後來就講，因為係我哋親戚，啊結咗婚就冇曬嘢，冇曬下文啦，即係以前嗰啲緊張咧冇曬啊，以前啲緊張嘅過日日送花，而家冇曬啦，嗰啲冇曬。嗱，當一個人中意你一個人，嗰人中意你咧就好難。但係如果你發覺你望一個人，譬如當你後生啊，當你廿零歲嗰時啊未結婚，而嗰個人咧係。又是愛主的，那你又愛主的，你又知道他很愛主，真的他又很特別的，那你又看看他，咦，他都見到我又 很笑容，我又很開心，我相信當你知道有個人這麼好笑容對你，你會很容易跟他聊天。你知道有些男仔如果想約女仔，他會怎樣呢？想打電話，哎呀死了，怎麼說呢？第一句怎麼說好呢？說完你好吧，跟著說什麼呢？因為他拒絕我又怎麼說呢？即有時會這樣想過，因為不知道對方喜不喜歡嘛。但如果你知道對方喜歡的時候，你一打他，哇是你啊，哇好開心啊，哎有你，哎好開心聊天，我們自然覺得很容易。我們的神就是這樣，他是戀愛我們以至於嫉妒，當我們不是專心愛他的時候，神的心就傷害他，就會心裡面受傷，他就很想我們專心愛他。神是很單純的，我們的神很智慧，做什麼都很智慧，我們的線路，我們的腦的線路很奇妙。我曾經我第一部車的時候，我們學即是那個賣車給我的人是同學來的，在神聖經大學，他教我怎樣弄，在神學院教我怎樣駁那些線，哇駁線很難的，你手鑽進去然後拆線很難，但神一插幾億萬條線在裡面，不知道怎樣插可以全條啱條啱的，即神是很智慧，不過很單純。如果我們記實神很單純，祂愛我們就是這麼單純，就是這麼全心愛我們。當我們一愛祂，祂是很興奮的，所以為什麼靈命提升是很容易。我告訴大家知，真的我分享，我未曾經歷聖靈之前，我是很多破口啊，其實很多人都有破口，有時生氣一個人，不喜歡一個人，有時埋怨，有時有負面的思想，對某些人抗拒，即是完全沒有刻意處理的，外面處理但裡面沒有處理。但是當我經歷聖靈之後，一期即是當安卡羅為我按手，立刻有神的愛湧流入來，很大的能力，很大的愛，感動到我哭了很久。神啊，原來你這麼好，這個是對我很大的震撼。不過有很多人呢，我們為他祈禱，他都哭得很緊要，不過我又不太見到那些震撼，有時我見到有些我不太見到，即是他很感動又喜樂，笑到不得了，跟我說你覺得好不好？好，那兩個星期沒有了。為什麼呢？他祈禱一陣而已，即是不覺得神的愛是這麼寶貴，在這個世界上很少這樣的人。為什麼是這樣呢？我想問大家，你問自己為什麼？其實我們知道神是真的，神可以經歷，神是這麼容易的，因為祂戀愛我們以至於嫉妒，祂真的很想我們專一愛祂。你一愛祂，祂好像我太太比你更甚，因為我太太呢任何時間呢，我一說約祂，祂說真的很開心，祂 很自然的，祂直情好像小朋友，很開心很開心，整個身彈了。有時我們走一路呢，他又會彈喎，咁我又跟住兩個大人一起喺度彈啊！即係佢係好小朋友，
佢都好成熟，好有智慧嘅。但我喺佢身上，我睇到神。其實每個人都有嘅，不同嘅質素。我睇咧質素咩？自然、天真、輕鬆、開心。咁咧，我亦都睇到神就係咁嘅。佢好輕鬆，好開心，佢都好想我哋開心。其實我哋成日壓住咧，係唔需要嘅，係唔需要。嗱，咁我之前係點樣咧？好多壓力，唔開心，好多罪冇處理。但係當我經歷聖靈之後，哇！神原來咁好，同埋為人祈禱有病得醫治啦，噏一聲，佢好似阿 Pat 就其中一個例子啦。神做咩我又唔知嘅，佢又特別啲，佢腰骨痛啊嘛，神就搞咗佢，整咗佢成個幾鐘頭，好似唔停得咁。不過咧之後跟住佢又唔痛。我喺網上都擺佢啲影片嘅，咁啊就係而家整蒙咗。不過佢話而家我哋批准我哋可以將佢整翻清，即係揾翻個清嘅版本咧。佢而家佢可以咧俾全世界知道所發生嘅事。即係呢啲係我想像到。咁我想講咧，你都可以嘅，因為神好想用你。你同隔離講，神好想用你。神好想用你啊！我哋呢個課程係咩？興起侍奉嘅人，點解要興起侍奉嘅人呢？就算好多人喺教會啦，教會啦，好似個金字塔底下最多係咩人呢？軟弱啦、唔穩定啦、擔心啦、煩惱啦、好多困難啦，最多。再上一層咧，比較穩定啲。再上一層咧，會識得去回應主啊，多謝主啊。再上一層咧。又處理生命，又愛主，最高層係乜嘢？與神戀愛緊嘅，神係我嘅愛人，我好愛佢，神又好愛我，我將整個生命俾曬耶穌。神啊，我嘅一切，我嘅時間，我金錢，我嘅才幹，乜嘢都係你嘅。我已經66歲，如果人又70歲退休都唔係太，即係唔會太早啦。但係我又神啊，千祈唔好，即係神太少得4年，唔得啊，唔得唔得。80歲得唔得？14年都係太短啦，因為神俾我好多好嘅教導。如果好似摩西120歲都眼睛唔分花，都唔使戴老花眼鏡，而家都唔使戴，到嗰時都唔使戴，我都願意。因為點解咧？真係越侍奉越輕鬆，但係好多人覺得好難。點解咧？因為用人嘅方法、人嘅心，我孭住人嘅責任係最辛苦。但係如果我係，我就係親近神，享受神。講俾人聽，我次次同人傾偈，我都會講到神嘅愛，又同佢祈禱，又幫佢處理生命，跟住睇住佢改變。咁嘅時候咧，係輕鬆。我自己越講咧越開心嘅。我一講神嘅愛咧，而家講神嘅愛，我都開心嘅。咁嘅時候侍奉係開心，人亦都會被吸引。喺呢個末後日子需要更多人，因為點解咧？聖經係講有好多逼迫嘅，一逼迫有啲基督徒係完全消失曬嘅，係好慘嘅。我哋需要更多基督徒係企穩傳福音。嗱，好多基督徒就諗住咧，快啲快啲逃避災難，而唔係諗住喺呢個末後嘅日子，我哋俾神用。我哋俾神用嘅時候，神就歡喜你，神歡喜你就祝福你。好似佢都真係今朝打電話俾我，牧師啊，買咗第6間屋啦，真係好神奇啊！5間屋，22日買咗5間屋，跟住第6間屋。即是神可以这么奇妙，因为他是掌管一切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你记实我说怎样能够活在神的爱中，很简单，成日记实，神爱我以至于嫉妒，一起说，神爱我以至于嫉妒，神很专心爱我，神很专心爱我，神很想我专心爱他，当我专心爱他，神呢笑到见牙不见牙。神是会很开心，神很想找人是真的专心爱他，并且说我不单止爱神，我遵从神，我侍奉神。那你说我不够才干，不要紧，你逐步逐步我们会训练，我们真的想训练，认真的训练。 Angel 导师会训练先知性释放，我也会训练各样的侍奉。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，当有这个心的时候，神就喜悦你，你就在生命中得到不同的印证，真的很好的，真的会说哇，神真的很真很真。其实其中一个印证是当我第一个太太离世的时候，在2008年的时候，我有个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当我太太离世2个星期之后，他说我今早我见到你太太，
佢話咧，當我一醒嘅時候，我就發覺好有神嘅愛。點解瞓醒覺點解冇祈禱？點解會有神嘅愛咧？跟住佢開眼睇呢個鐘七點幾，跟住黑埋眼就見到我太太，第一個太太已經離世嘅，同埋我企喺我隔離，佢話變得好高同埋好靚喺度敬拜神。咁咧，然後佢講句説話。是他之前跟我講的，就是我太太跟我講，他說呢，我很想脫離這些病，因為他是很十幾歲一路病了很久的，他說我很想脫離這些病。那他看到我這個西人朋友，他就說什麼 I'm free, 我問他說幾次，他第十次到了，就是很興奮，這個就是他那個他最關心的東西。然後跟著就什麼呢，跟著呢他就看到他拿著個籃子。咁我個朋友咧叫 Andrew， 你上網揾 Andrew， 你會見到呢個影片。Andrew 又葉牧師，咁咧佢就望下呢個籃，咁啊我太太就知道佢想了解乜嘢，佢就望住佢笑，跟住就揭開個籃，一揭開個籃時候咧就有一道光飛出嚟啊，飛去佢嗰度，跟住咧佢就即刻喊到不得了。這個西人咧係有咁高嘅，係好高好高，係我幫佢經歷聖靈同埋講同佢講邪靈。咁高咁高，但我冇見佢喊過嘅。但係嗰次佢喊咗四十分鐘，佢話因為佢開眼睇個鐘，跟住之後佢喊咗四十分鐘。呢、這個都係神嘅印證，就係神嘅愛嚟到我太太帶一啲恩典嚟到祝福我，將神嘅恩典帶到我度。我就想話俾大家知，當你行神嘅路咧，神真係會一步一步各方面去祝福提升我哋嘅生命。幫助我們一個去更高的層次，但是怎樣呢？你說很難的，你就記實神真的很疼我，神經常看著我的，祂定睛看著我的。在馬拉基書三章十六節講到呢，敬畏耶和華的人在談論的時候，耶和華側耳而聽，並且有紀念冊記錄他們所說的話，以及記錄敬畏他的人和思念他名的人。就是說呢，原來神是這麼注目在我們身上，只要你思念神，神啊我愛你，很簡單的，你經常都可以這樣，神啊我愛你，我多謝你，當你這樣愛神，神就會看到，祂就看到你的思念，祂就會紀念記錄在生命冊上。還有當你不只是紀念祂，你紀念神所紀念的東西，愛屋及烏，就是說你愛的屋子，你愛埋屋嗰個烏鴉，即係話咧，神愛嗰啲人，我哋都愛埋，我哋都想祝福佢。當你有呢個心，神係會好中意你。你想神會中意你啊？神會好喜悅你，係唔難嘅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唔難。神就俾我知道點解唔難咧。第一，你做錯你就求主赦免，神啊赦免我啦，神啊赦免我啦，神就好歡喜喎，成個天堂歡喜嘅咯。然後你親近神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我愛你，神又歡喜，我又記錄低咯。然後你一侍奉神，一杯涼水不能不得上次，係咪好容易啊？嗱，有啲人就睇到好難，因為點解？佢話仲有好多未做，但係耶穌唔係話你帶咗一百個人信主就不能不得上次喎。佢話你俾一杯涼水做唔做得到啊？你做唔做得到啊？一杯汽水得唔得？一餐飯得唔得？你如果做到一杯涼水，你可以做一餐飯，你可以做更多的事，神一定會賞賜。不是當你帶到很多人信耶穌，當你這樣開始做，有這個心經常都想著怎樣祝福人。 我經常在我周圍的，我一定想怎樣祝福的。譬如我搭飛機，我一路計算的，一路想這個人，我試過有一個人蓋頭睡覺，一路蓋我說，神啊，那是不是這個你不想我跟他傳福音呢？但到最後他開揭開張被咯，咁啊唔冚頭咯。我同佢傾偈，原來佢好有興趣關於神嘅真實性。跟住我 send 咗 email 俾佢，即係其實我每一次有咩人喺我周圍，我都會諗方法去話俾佢聽關於耶穌，或者點樣去祝福佢。我希望大家有呢個心，就係、是、幾樣嘢，我再講一次。第一，跟我一齊講，深信神好愛我，深信神好愛我，神咧專心望住我哋。佢默然愛我哋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。呢個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，佢好開心。然後咧，我哋心裏面諗啲乜嘢咧？
思念佢名，如果我哋思念神嘅名，一齐讲啊！我哋思念神嘅名，神就写在记呢个纪念册上。神就纪念同埋赏赐。神就纪念同埋赏赐。我哋一杯凉水俾人咧，神就一定赏赐。咁如果你能够做咁多，你学习，学习先做得到嘅系咪啊？唔学习系好难做得到，你学习就做得到。我哋。個課程我哋因為以往有啲似咩咧，冇掩雞籠自出自入，即係啲人咧就隨意隨意嚟隨意走。咁咧就 Angel 導師俾咗我一個 idea， 佢話咧收學費比較好啲嘅。我哋收學費咧其實唔係為我嘅，我冇收錢嘅，係用喺宣教啊。咁咧就，但係呢個咧啲人咧就俾學費佢就會唔會隨便嚟嘅，同埋會將個課程嘅要求提高。課程的材料會印出來，還有要求你做什麼，並且是操練，一起操練學到不同的，學到以致我們能夠逐步逐步侍奉神。那這個就是神歡喜，當神見到這樣的時候，神見到我這個心，神就歡喜。你想成為這個被歡喜的群，你將來都會有很多印證，你將來的生命會有很多的印證會告訴你。即是有些人 我去那些地方，他都說你未來我已經見到你來祈禱的時候，發夢的時候見到，這個都是我很多謝神，神會這樣去印證。還有很多人，神跟他說，你跟葉牧師學習，那不是我說我有什麼好，是神教我的，即是說原來你行神的路，神就歡喜你。並且這樣，神是用了很多時間預備我的教導，我看回頭是很多時間預備。怎樣呢？第一，他讓我在神學院裡面，我讀兩個碩士學位，一個聖經學士學位，是用了很多時間研究。然後呢，在個教導很著重神的恩典，分辨恩典和律法。然後呢，就當我經歷聖靈，也都是神就一路提升過，整個生命提升，神就 download 了很多東西給我，是經過很長時間。我經歷聖靈有十年的時間，就是一個處理生命的時間，即是我這麼多這麼多過濾完出來的那些汁啊，是不是很值錢啊？但你可以咁容易得到，即係嗰啲教導你可以容易得到咧。你學完之後，你可以懂得點樣活著神嘅愛，享受神嘅愛，處理生命嘅問題唔俾人影響。點樣咧有系統性，即係講聖經，點樣俾人知道神嘅愛，傳揚福音、講道或者為人輔導，全部都可以訓練。只要你有心，呢個就係神俾我嘅心。我希望你係成為嗰群。我嘅心咁諗噶，唔係個個都學到。因為不是個個有心，你有心就學到，但有些人就未必有心。你有心，你是神啊，我學到幾多幾多。有些人咁喎，佢唔識字喎，你有冇聽過？去教堂學識睇聖經嘅喎，佢有心啊嘛。你有心就學到嘅，邊個都學到，只要你有心。你有心嘅時候，你就可以被興起。我希望我哋中間係有心嘅人，唔係淨係我要被醫治。你成日睇住醫治咧疾病咧，你就會好辛苦嘅。但如果你成日睇住神嘅恩典咧，日日都話神愛緊我，哈利路亞，咁你耶穌耶穌愛緊我，你就會每日都有力量。嗱，即係先我講幾樣就係話，第一成日睇到神愛我哋，然後我哋愛神，神就歡喜。我哋為耶穌做咩，神就歡喜。我哋遵從神就歡喜。而有幾個祈禱，我想大家記實。第一個恩典嘅祈禱，一齊講恩典嘅祈禱。恩典的祈禱就成日都宣告神愛緊我，神祝福緊我，神陪我一齊，神同我一齊，係呢個恩典的祈禱。咁然後第二個咧就係敬拜的禱告，多謝耶穌，我愛耶穌。神又俾我啲説話咧，好直接嘅，好人性化咁樣。神啊，我中意你，我掹住你，我需要你，我好想同你一齊。我係神俾我呢啲説話，即係更加親切啊！即係你譬如你。你跟個小朋友講，你不會話我好睇重你，即係佢未必識聽噶。啊，好中意你啊，好得意啊，咁啊，即係用呢啲説話同佢講嘢噶。哎呀，攬下你啦，好開心啊，咁樣。即係我會用一啲好簡單嘅説話。咁我哋同神都可以一樣係咁樣樣嘅，即係呢個親敬拜。然後咧，第三個就係互動嘅禱告，就係我一邊祈禱咧，呢個都係我一個鎖匙嚟嘅，好重要嘅鎖匙。我一邊祈禱，我知道神中意我。我知道神歡喜，所以我一路祈禱，我話神歡喜緊我。嗱喺呢一陣，我想一陣同大家一齊，你試下享受神嘅愛，活在神嘅愛中。大家可以起身啊，起身。咁咧，我係會帶領大家
去享受神的爱。我一直想着耶稣爱的爱。
有句廣東話的歌咧，可能你覺得很俗嘅，不過應用喺耶穌身上。你行埋嚟，等我錫下你。耶穌，你行埋嚟，等我錫下你。耶穌，你真係太好。主耶穌，冇人好似你咁錫我哋，冇人好似你咁好。求你幫我哋，真係錫下耶穌。耶穌真係。幫我哋真係錫下你。神啊，原來你咁錫我哋，原來你根本當我哋一悔改，你唔計較我哋所有嘅軟弱；當我一悔改，你就赦免曬我哋所有嘅罪。神啊，你係完全嘅接納。當彼得要否認耶穌嘅時候，耶穌唔係鬧佢，耶穌係話：我已經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失了信心。耶穌係話俾佢聽：我知道你要否認我。我先為你祈禱，叫你不至失了信心。由耶穌提醒他，你回頭之後要堅固你的弟兄。神是很想提醒我們每一個。需要你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听到耶稣跟你说有些意念，你可以开声大声讲出来。耶稣跟你说什么？神给我一个意念，什么呢？神感动到，耶稣感动到流眼泪。耶稣感动到流眼泪。耶稣好感动。当有人真的爱他的时候，耶稣很感动。耶稣你真好，你欣赏我们任何的爱，当我们爱你，你就很欣赏。神一定有跟大家有感动的说话的，说出来不用怕。或者你心中的感动，你就讲出来。The Dirty Dozen 是讲到有十二个人，兵士士兵是做一些很危险的一个任务，但他选了什么呢？选了一些杂牌军，那些囚犯，那些犯罪的人，那些很差的人。有些人说我不够资格，神就会拣选你。你只要你想，你今天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想，我真的我没什么资格，但是我想，神你就欢喜。神就欢喜。你说我做不到啊，你说神啊，你帮我啦。做不到的时候，你说神帮我啦。你帮我，帮我做到啦。神啊，帮助我们，神啊，帮助我们进入你的命定，成就你的计划，在末后的日子兴起更多的基督的辛苦。多谢耶稣。在这里有几个人，你说神啊，我愿意首先从你得力，从你的爱得力。你一有你的爱，其实就算你用很少的时间，就算你多忙，你用很少的时间，你专心爱神，神都很欢喜。
然後你成日一路成日做咩都一路話耶穌，我多謝你，神就會改變我哋。當你越親近神，你慢慢就能夠進入更長時間嘅禱告。呢度有幾多個人你願意委身，我更加去親近你，我願意俾你使用。我哋係雜牌軍都唔緊要，就算我唔夠資格都唔緊要，因為神可以使用唔夠資格嘅人。你願意嘅，請你向神去舉手，向神，神啊！我願意俾你使，我願意俾你使。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原來你愛我哋以至於震動嘅。多謝天父，原來你咁愛我哋嘅。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感謝天父，多謝耶穌。哈利路亞！我哋一齊開聲啊！耶穌，我愛你啊！耶穌，耶穌，我愛你，耶穌。我们愿意委身成为末后日子的精兵，多谢天父，祈祷奉主耶稣圣名，有没有人想分享在刚才这个过程有没有任何神给你的感动？好像热里面